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行嘞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今仔日。甲大家我足有缘分嘞，是安怎讲？原早啦，我伫拜三也伫国外时，啊，着咱的课表我着收着啊。我因为无。甲咱安排课程的人讲，我什么时阵要回来？因为时间上我的想法66期啦，应当是后礼拜照上课，照以前的。即马因为美国甲咱要求讲，恁一定爱达到4000名。所以咱直直咧加强，要拜托大家叫较济，有动心要为台湾拍拼的人来上课。所以即马车初级班啊，即马几乎每礼拜拢有开啦。甲刷来都开高级班，刷来去初级班，所以有这个因素啦。我伫课程内底啦，是在咱综艺长啊，闭幕式啊，伊个啦，拄啊秘书长拄啊有一挂代志啦，叫伊先来上秘书长的课，才讲叫我来，我上这个闭幕，闭幕内底啦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因为才20分啦，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，什么叫做真相啦？人有诶，咧讲真相，真相拢化解。大家在收钱啦，有的人讲啊，听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，我甲讲，听什么人讲，拢讲听拢听咧讲啦，根本无影无一只。我甲讲，你听什么人讲，我随甲讲。那你那找无人讲，都、就是你讲的。是安尼了后，却无咧讲听人听听人讲听人讲啊！咱实在都无这个代志，超工要甲你讲一挂5、4、3个代。所以我伫遮，我要予大家足清楚，头20分的时间啊，咱。这3天所有的课啊，综合一下，用 PowerPoint 来给你证实，拢是100%正确的。我本身啊，算讲伫大学为做教，做教。讲师啊，副教授、教授，阁讲座教授，我甲你讲的话，甲你一定负责，袂讲凊彩串串的。所以我要互恁大家知影，大家若要阁较了解我的，上完 Google、Yahoo。敢那拍起哩，拍张文燕，
佫加两句，教授会去看到我的资料。所以，少年呢，我开研究生的时，我第一节课拢要求，以后上课拢带笔电来。是安那要爱大家研究生拢带笔电来？我讲讲的，大家来查，要还一个以后的研究方法，甲以后讲的话爱拼啊，唔是讲我听人讲，听人讲，一定要真实的证据。所以啊，我确定啊，和真实的证据和大家看。啊，希望看了后，那要我这个 PowerPoint 拢会使扩转去，尤其是少年人，你甲扩转的，恁班上、系上、所上，那咧讨论的时。要邀请我来，我一定会去。无论你五个人也好，十个人也好，大学生，恁在讨论的时，我会跟你们去参与，因为我本身是教授。少年人，安尼清楚无？希望少年人带较侪的同学，因为未来啊国家的责任，对以后后代咱的子孙的责任，拢伫恁的肩膀上，恁爱担负这个责任。所以，我一直呼吁少年人。过去比较济咧，哦，啊，因为你知影我阮老爸老母的时候，我拢叫学道上，阮老母我叫卡匠，安尼你就知影我什么时阵的人，哦，安尼这话足清楚，我免阁讲，就是拜托少年人阁招较济咧，啊，来。参加授训，我定定讲，有诶讲去到要靠600块，诶，6000块，还佫开10000块，诶，16000块你诶投资报酬率，员工是100%，等于是1000，因为咱秘书长甲咱交代，以后咱执政以后，提到。高级班这张证书，就是什么？等于高考及格啊！高考及格，现在年轻人要去考啊，有这么容易吗？不简单啊！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把握机会，这个机会给你年轻人的机会。啊，当然，年纪比较大的，你有这个啊志向，我们都很欢迎。哦，这个啊，拜托大家。好了，因时间上了，啊，那个都过过啊十分去啊，所以拢要未开始嘞。我简单吼，即摆来讲较紧的吼。这就要让咱知影讲。咱中华民国开讲购买这个叫做军备啦、军舰啦、武器啦，这啥？这个机啊，什么国旗？较先进的武器，歹势，阮家己要来美国，因为占领。美国要家己来晒，家己来维护，所以挂伊个旗啊！
啊，这个在啥？车轮牌地卡，真济代志，咱唔知啊。啊，都确实都是安尼，这叫做啥？证据嘛。咱过来看这里，六月二九，啊，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和解了，签 FTA 了。第二天，啊，第七舰队啊，那个第七舰队啦，官兵啊来台了，入左营了。一共三十年来了，啊，这那不是我写的。好，大家更加清楚。啊，这是啥？这咱开钱，美国家己来起，啊，甲因来管理，这叫做新竹乐山安邦雷达站。住伫新竹的人。请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啊，无？无不要紧，去问看卖咧。那新竹的人，有的人拢知啊，但是伊都不爱讲啊，所以大家爱了解。你看，去伫这个所在，海拔2200啊多公尺，啊，这那是，迄、那个台中机场啊，开放以后啊，晚上12点，任何飞机都不能飞进来了，不开放了啦，晚上不开放。白天开放，啊！曾经我看了一个报道，我说怎么这么奇怪？过了12点，差没有多久，从香港一个民航机要飞进来，啊，美军就叫他原机回去，啊，这都是事实，好，大家知影这里。哦，这段要跟大家讲。三立给咱报道，咱感谢伊。伊给咱讲啊，咱这张身份证啊，是家己制作的啦，无遐牛啦。后边有晶片呢，啊，咱来听看卖，啊，咱来啊听看三立的报道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。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红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
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这一本大家都有，回去可以看看。我们是根据我们啊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来啊发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，也是根据国际法啊《战争法》跟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那么还有跟啊一根据美国的宪法等等，百分之百能够拿这一张，可以到美国海关跟国务院洽公的时候，就拿这个就进去了。当然我要给大家再看啊，4月25号的美国访问团他们的说法啊，我们再请啊我们的啊同心来换给大家看。李定、秘书定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回想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：“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。”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？我们七个人就进去。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灰熊肝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告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这个都是怎么样？见证。不是我空口说白话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要拜托各位。第一个，介绍更多的人来领这一张有晶片的台湾啊政府身份证啊，这个是有晶片的哦，大家要搞清楚，你不要去拿那个没有晶片跟印刷厂啊印的。或是说随便 copy 的，
没有用了，一定要用晶片的啊，台湾啊政府身份证啊，这一点特别啊来申请。第二个，来介绍亲友来受信啊，这个就是我要拜托大家，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啊达到美国的要求的条件啊，能够早日把流亡政府啊赶出去。那么他们去哪里都讲好了，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了啊，我要给大家看看一看一下这个事情啊。同那个童心啊，年轻的童心啊，要上网去查这个是什么啊，平潭岛现在在大兴土木，有的人都不知道，这个就是美国已经都跟中共讲好了，台湾啊，美军接管以后不留在台湾的就到平潭岛。我想我们今天的啊闭幕式就讲到这边，年轻的啊童心要啊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可以啊 download 啊去啊，如果你要跟同学啊三五个要集会，我都愿意参加啊，我报告到这个地方啊，感谢大家。各位同心请起立，起来，请各位同心将椅子收到桌子上，然后尽速下去拍照，谢谢。